今天搬砖好累啊。那你想不想试试帝王的待遇？好啊好啊，什么招式？放马过来。皇上，臣妾要买衣服，需要800块，请皇上恩准。妈妈，过两天班主任会来家访，你打算怎么评价我？你想让我怎么说？你就说我自觉完成作业，抢着干家务活，尊老爱幼，助人为乐。你总不能没有缺点吧？那你就批评我，一边吃饭一边学习，屡教不改。张嘴吃药。喂，你好，方便面是吗？靠，我不是方便面，我是火腿肠。怎么啦？是谁来电话？一个神经病，他居然问我方便面是吗？小皮，你说你怎么回事？上课老睡觉。我没有睡觉，是我的眼睛得病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严重吗？我眼睛得了自闭症。哎呀，多亏你的充电宝，不然就不能继续玩了。充电宝是必需品，当然要随身携带啦。狗蛋，你知道为什么充电器插进手机的时候屏幕会亮呢？你被别人插了，你有没有感觉？看完不过瘾，搜索公众号哈皮一家人，添加关注，每天还有更多精彩等你来，点个赞再分享出去，爱你哦，么么哒。